五叔亮传奇，是啊，趁了惊。讲到五叔亮，天都乌一边啊。今仔日来分享真人真事啊，让大家知影啥物叫做白兰组的组长。开头先来一个啊，一无疑这装逼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学功夫也是职业舞啊，一定要开时间来学啊。你国军啊，你也好无简单啊，熟悉咱写报表。早日决定啊！了解装备保养了后，你们差不多会退伍。所以国光的装备才会遐尔烂，因为永远拢是新人在做。在准备高中点的时阵啊，去老桥就去啊。伊讲想要看卖啊，驾车啊，有啥物假的条件无？白兰带又搁来啊！你想着就做，一般人想要食泡面啊，伊就家己买，家己泡，就无代志啊。两个国军伊才想到是如数动众啊，反正军官出一支嘴就好啊，用会忝啊。无周全计划，往往就是失败啊。所以做兵啊，你定连物件倒兵搬到正兵，正兵再搬到倒兵啊，一堆无意义的勤务啊，把人勤到死。老阿拢下令啊，你嘛敢知因讲报告是？此时白兰带又过来啊。三，有啥物有假的条件？厉害无？才开场无偌久，就三个白兰啊！照你讲啊，装备化力的数量是固定的啊，只会减袂加啊。啊，佮国军就升级啦，伊条件家己结婚生囝啊，愈来愈侪，根本世界奇观啊！啊，我去问校长啊，条件囥佮倒啊，伊就摕出一张装备图啦。这个时阵，白兰带又过来啊！四，装条件的方法，这张装备头顶头啊，画着一个长方形啊，边还佫画三个衣裤啊，啊外中的衣裤啊，有一个箭头，写着条件在此。若是讲有记者来报道，伊定讲，义务医师官自扮柯南，寻找多余料件，这真正是用推理的。长方形啊，应该就是咧连上啊，衣裤啊，应该就是手啊，你要靠一个线索啊。去找条件啊！迄个时阵，哇，火风悬啊，带着一个驾驶兵啊，两个就一个铲啊，就开始哦。后来白兰带伊过来啊。五，业务只会使伫暗时做啊。国军只足鸡巴的啊，互你业务啊，伊阁无你时间来做。别人暗时咧困啊，你着爱做一寡许将官交代你的特别任务啊，真正阁突然的。哦啊，熊熊落雨啊！这熊紧倒在脸上啊，穿雨衣啊，刷落来，白兰带又过来啊！六，国军的雨衣无防水啊！这位兵拢听这句笑话啊，双丝牌雨衣啊，外面湿，里面有湿啊！这个代志之所以记遐清楚的无，就是因为伤靠白啊！伫咧落雨的暗暝啊，也举手灯啊，咧照涂骹啊！拼命乌的唔知伫个倒个条件啊，根本会使拍电影啊。迄乌要三点外钟啊，才乌着物件，迄真正要昏倒个。转来连上了后啊，马上弄两个车接驾驶兵啉啊，真正就对不起伊个啊，要叫伊来执行这种奥赛任务啊。隔天工啊，找着条件报告老的啊，无想到一看条件就叫落去个。白兰带又过来啊。七，错业吗？丢业吗？事我顶就叫啊！一下棒，条件也放在地下底。啊靠嘞，无装在地下底，也不想超能力哦，你尿急飞起来，到底写马三侠？俺个国军就是安尼啊，伊官阶比你较悬啊，要骂要变，安怎拢会使啊？老的骂完就下令啊，条件爱放在连级校长点开啊，等阵伊要看。代志做了啊！在去睏的所在，同款无人休睏啊，啊开始写报表啊。这时白兰带又过来啊，国军真正三步一小烂，五步一大烂啊，处处拢是白兰。八，耗材家己买啊。世界上有倒间公司啊，你要用影印机的时阵啊，搁家己买纸、买墨汁的。啊，国军伊是安尼哦，这装备你无加心，搁家己伫口袋拎钱出来买报表，够鸡巴的。后来写到一半，
公部向发了家己名，讲立刻去连接学堂报道啊。伫军中啊，去点着名，四十八九就是一个你死。因为好康伊个住院医拢抢完啊，那有可能变做医务医。落去了，真正的世界上真正有一物件，就叫做死啦。你过了后，才放咧连接学堂了，会多多的，我有遐经过。这时阵，白兰台又过来。到中国校龄一负责，一个连接学堂啊，老的向骂落去啊，啊地下网啊，什么物件放遮的，这真认真事哦。明明就是迄老的叫你放遮的无，即马颠倒来问你啊，是啥物来做？你嘛无可能甲多多讲啊，这是老的叫你做的啊。你若讲真话的无，伊也去变甲死的。这时阵口才再好，嘛无路用啊。下到十五年啊，要靠毛病啊。啊！我事关你有解，就多多的啊，拉屎一个啊，迄危机就解除啊。啊！伊就上爷讲啊，你阿囝随提去藏起来，知无？对，白兰带又过来啊，佫滚上白兰是啥物？十，带兵无带心啊！叫我来变来变去，像个狐狸这老的，欠你去死啦！